好，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没有铁扇跟真嗣的英格力，我觉得这个配置真的算蛮平民的啦，如果要用英格力通关的可以稍微参考一下下齁。好，第一关这边数字盾它是稍微偷了几回合，来接下来就是直接去把数字转对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手机好像有点卡卡的，不知道转起来会不会很艰难。 OK， 第一关这边带走。好，第二关这边红绿灯无视粘附哦，英格力你只要有带神跟魔的话，没有无视粘附是那个啦，龙兽妖其中两种。好，那带神跟魔的话是走路量跟加势 combo 哦。好，这边是直接无视粘附过去，那就直接转就好，这一关基本上无压力。好，这边也是直接转，这样子带走，没问题。好，来第三关。好，第三关这边的话是不能手消水哦，这边直接开丹尼斯去把水引爆掉。好，这边版面转的蛮漂亮的。OK， 这边直接带走。好，来第四关。好，第四关这边的话是要打30下哦。好，这边的话就是不要去消到印记，你消10个印记的话，不管下一回合他有没有打你，你都会直接死去齁。好，这边剩12下。好，英格力有间距啊，所以这边每回合应该是都可以稳定打6下出去。好，来接着这边再把暗炸掉。好，这边就直接，哇塞，这个手机还好没有爆炸呢，录我很怕他录到一半爆炸。好啦，来这边开西罗魔让他自己打自己一下，因为他把你攻击归零一回合，然后他会引爆光来增加自己攻击。好啦，来英格力这边也开下去了，直接二消齁。好，这个英格力看起来蛮听话的，有掉到30以上，朝40迈进了。好，听话听话，不愧是别人家的英格力，不会让我失望齁。好，来这边也直接带过去。再来第五关，第五关是克属盾。好，这个对英格力来说应该是比较困难哦，就是属性都太分散了。啊，应该是要等他转光的再去打吧。哎，没有，这边直接开丹尼斯。好了，丹尼斯也有一个界王，这边要直接灌过去也是有机会的。好，这边有一个叠珠漂亮。好，带走没问题。来接着第六关，好，第六关这边的话是冻结，好，直接开那个深海女主人，欸，不是，她不是深海女主人，她是另一只，两只长得很像，我都会把它搞混。好，反正这一关是用这一只来引爆掉冻结珠。好，然后她直接用英格力的二消去转手消8避开水，哇，这个真的太猛了。好，这边英格力又降到了36。 OK， 这一关直接带走。来王一哦，对，这一只如果你有成功引爆的话，它会在 CD 检视哈。记得它叫莫提斯啊，还是莫斯提？对，反正水属性的神族。好，来第一关这边直接开龙克下去哈，这边回复只剩5%，那它打你之后会把你风化两行，直的横的都会哈，轮流给你。好，那这边就先延迟住。好，那你每回合有打破亿就有打到20%了。好，这边带走，带走20%啦，带走20%才对。好，那这边每回合都是可以稳定打到20的齁，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好，这边风化记得不要去撞，虽然血够但是不要去撞，因为还要算他打过来的伤害齁。好，来这边直接开伊戈隆纳克引爆掉。好，这边版面转了一个手消九康，漂亮。好啦，下一回合是无数强齁，然后不能手消光暗。好，这边开英格力加西罗摩。好，撸过去就会变强化，哇，这边要叠光暗就要小心了齁。好啦，以上英格力没有真嗣铁扇通关这一次春日签的地狱级，感谢观众提供来给大家做参考，那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